治、文化、人文、对沉淀。对，哎呀，这无数的阶层，对，各种激动人心的故事，太厉害了。哦，马海德，我有马，因为我认识周幼马，我写的都是我认识的人。哦哦哦、对，这两天又新撞上一人，就萧军的孙子来找我了，嗯就是叫萧大忠，嗯啊，萧军是死在鸭儿胡同的，一块好地方，大家就抢了，有权贵，有文化人啊，有这样的小屁孩儿、小屁孩儿啊、小混蛋儿什么的啊，这块地方。小混蛋儿是土著吧？土著。你们家是土著还是外来者？我们家等于是土著。我爷爷是清朝的时候，我爷爷是京师大学堂的学生。那个，你是出版家了，对吧？所以我说一个例子啊，看能不能就这本书作为参考。刚才我说了，我喜欢这种大气派的轩南什么的，是吧？看来不合适啊，这么你说没法看了，是吧？对呀，太学术。不是，他可以同时几本，就是以图。我现在有一个什么主意呢？就是那个谁的主意，是那个香港出版家的主意 我不是说我有一本书吗？叫做《代秦问史笔记》历史上这么多问题啊，一个，等于是每一个，你比如说，就咱们刚才说的1958年的军事教条主义的批判 到底是批判谁呀？到底毛要干什么呀？对吧？对，就我是问史，我拿不到资料。对，这个我就好多这样的故事啊。天年底是不是这本书？这不是，这是另外一本书，是我那张东孙那个叫修订版。这本书到后来那个甘奇还是挺厉害的，他马上就说，甘奇是当过我责编啊，当责编，然后他马上就说，北大历史系的，对，刘祖礼的女朋友，那个北岛现在的媳妇儿，对，然后他马上就说，他马上就说是出什么开本，他说不要出一本书，本来我是很多故事，15个故事都是问号啊，他说不要出一本书，他说出一套小说。一个故事一本，一个故事一本，你这个就是，对，我家住在什么也大一点，一定要开本大一点，有照片有人物，你每一本出来都和这个整体是有联系的，但是又是他单独的故事。对，而且您说的这个特符合现在潮流，一本大厚书不好读，对，一本一本读去是吧？我这本书50本呢，也许100本，对，章回小说，可以分开啊，然后里面东西可以多一点。就包括建筑，包括院子的格局，对，这个你一定别不。所以现在有这样，纸本书，不要急就章啊。纸本书不管是一大本还是一小套，这都已经是最基础的了。啊，现在这种多媒体出版，对，它这特别适合多媒体。对，我有视频呢。对，还有在线出版，就这种对，刚才你说的互动式，对，就你这一篇篇不是放出去了，然后人就读者就来看，很多曾经在什刹海，你还有邻居啊，对，还有研究者呀，对，都会来和你互动，对，然后所有这些都会呈现给，就像最远的读者，对啊，对，形式多的很，形式是次要的，对，形式次要的，只要我觉得我这就是我只要有石油、有煤炭、有森林，对，是吧？我随便以后我让你们知道，给你们看见一个低清晰的小视频，你们就知道有咱们在。